我是芊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玩 SOS RNG。 那么欢迎回到再次从零开始玩 SOS RNG 的 Part 2啦。对，没错，你们真的很棒嘞，上一集呢竟然在一天内呢就达到了50次的点赞了。没错，好的，上一集呢都能轻松的达到50个的喜欢了，那么这一集呢我也希望能达到50个喜欢啦。因为呢我看到呢上一集呢的影片底下留言呢有观众说呢想加我的小号，没错，所以呢如果今天的影片也能达到50个点赞的话呢，我就公开我的小号让你们加我的小号的好友哦。那好的吧，我们就转到去小号那边去吧。 OK， 好的，进来了，一进来的话就给我沙尘暴的天气了，没错。 OK， 打开这个滚动先。那么呢这个账号呢，我这个小号呢只玩了14小时罢了，14小时50分钟，没错。那么呢我的滚动次数呢有33515次，没错。那么究竟我这个滚动数呢，还有这14个小时的游玩呢，到底这个账号抽到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是异国情调，翡翠有限天空，百万光环变异的有限解锁，百万光环银河。我真的是怀疑了，我真的有点怀疑了，我的小号是不是欧王呢？他的运气，没错，我在小号的话是不是欧洲人就是欧王。我竟然没有玩几天，一天都没到，没错，我玩一天都没到呢，这个账号呢就抽到百万光环了。那么呢我已经抽到太阳能了，对，没错，我可以做那个日食光环出来了。来吧，我去这个杰克工作室，然后找到这个日食，把这个太阳能加进去。 OK， 然后 craft 有了吧，对，有了吧，日食，没错，装备下去看看。哇，好久没有看过这个日食的光环了。好的吧，我们就把这个日食手套给做出来吧。首先是这个太阳能手套、月亮手套、月球手套，然后还有这个日食光环。 OK， 有了，那么我们就 craft 有了。 OK， 终于啊，我终于有一个更好的手套了。来吧，装备下去吧。那么现在呢我不但只有这个幸运了，还有这个滚动速度了，终于啊，终于有好一点的手套出来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做左手的手套，对，没错，就是这个大奖手套啦。我已经把材料给合成完毕了的，没错。那么我们只要 craft 就对了，没错，我们就把这个大奖手套装在我们的左手吧。 OK， 有了，这下子呢我两个手呢都有手套了，并且呢我呢戴着这个手套的话呢，我抽到镀金和大奖这两个光环呢是有钱赚的，可以啦。额外出手套的话呢我还差这两个磁力，没错，我不知道为什么嘞，这最近这几天都没有抽到这个磁力，没错，不知道啦，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过呢异国情调的话呢我现在可以加进去，因为我没打算这么快做这个天堂药水，所以呢异国情调这个光环呢就加进去这个外出手套这里吧。 OK， 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等抽到这两个磁力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外出手套给做出来了。哇，好快哦，以前我玩这个 SOS RNG 都没有这么快把这个手套一下子做这么多手套出来了。这个银河的话呢虽然现在可以把它加进去那个银河手套那边，但是我先不要加先，没错，我等那个外出手套做好了过后我才加。哦，对了，我私底下呢也买了这个 Gear B， 没错，这个 Gear B 是拿来做银行的，没错。 OK， 不过呢我还差一个 Gear A 啦，所以呢我还要遇到一个旅行商人是卖 Gear A 的。还有为了不要浪费时间呢，我在私底下也做了一个幸运药水山，还有一瓶的这个加速药水山啦，没错。加速药水山的话呢我只做一瓶出来，还有另外一瓶的话我不知道几时有的，没错，应该是任务那边拿到的吧。不过呢等一下的话呢我会呢刻一瓶的幸运药水山，还有一瓶的加速药水山，看呢这十分钟内呢到底能抽到怎么样的光环。而且呢这个普通的幸运药水呢还有速度药水呢我也会刻10瓶下去了，这样子的话呢幸运会更高
糕，加上呢今天的任务呢也是这个跑酷的幸运，没错，只要呢我领取了这个的话呢就100分钟的这个跑酷的幸运了，所以呢我试试看这样子挂机的话呢可以抽到什么，又抽到一个太阳能啊，这个太阳能的话呢我就放在那个银河手套那边。 OK， 银河手套呢它要15个这个月球和太阳能， OK， 没事，我就把它给加进去先。那么来吧，我们就磕一磕吧，没错，来一瓶的幸运药水3，一瓶的速度药水，加速药水3，还有10瓶的速度药水，还有10瓶的这个幸运药水，看这样子呢我到底能抽到什么，还有加上这个跑酷的幸运。来我们看看现在我的幸运有多少呢，现在我的幸运有 6.07， OK， 可以，现在也抽到了一个磁力了，还差一个磁力的话呢我就可以做那个外出手套了。我真的希望呢这10分钟内呢可以抽到更多更多更好的光环吧，例如出一个百万光环出来也是可以的。哎，有了有了有了，终于啊，外出手套，来来来来，外出手套我们craft。 OK， 接下来的话呢就挂这个银河手套吧，下来的话呢我就把这个日出手套换成这个外出手套吧。哇，终于啊，我终于做出来了，以前呢我要花很久时间才可以做出来的，现在不用，一下子就做出来了。这个外出手套是加 100% 的幸运，还有 20% 的滚动速度的，可以啦，没错，可以啦。现在呢我们就挂这个银河手套，看今天也可不可以把这个银河手套也一次过做出来。不过呢它需要25个这个齿轮机做嘞，目前我是一个都没有啦，没关系，等一下再做吧。现在我的幸运呢已经来到了6.57了，做了这个外出手套的话 OK， 还好还可以。那么我们就挂一下机看看吧，看可以抽到怎样的光环。那么如果你希望我抽到百万光环的话呢，记得在影片下方点下一个喜欢咯。没出现了一个没抽过的在小号，没错，这个恶魔虚空变异版本来的。 OK， 虽然呢我在那个主账号呢我已经当它是垃圾了的啦，不过呢在小号的话呢我暂时收藏它先，对，因为呢他在小号呢是从来没抽过的，起码用幸运药水3呢第一个抽到的是那个10万以上的光环了，还不错的。只不过呢我的速度药水3的效果已经没了，现在只剩那个幸运药水3的效果罢了。好的各位，我的幸运药水3还有普通幸运呢加速药水啊速度药水的那些效果全部都消失了，只剩这个跑酷幸运大了。那么呢我基本上呢完全没有抽到任何一个好东西了，除了这个，对，除了抽到这个变异版本的恶魔就没有抽到其他的东西了，对，没错。怎么感觉开始有点非洲人了啦，对，怎么感觉开始有点非洲人了啊，没事没事，我不是还有这个巨大幸运药水吗，对，没错，我还有一个巨大幸运药水，我可以试试看用这个的挂一个小时，没错，我看呢挂一个小时这个巨大幸运药水呢我可以抽到什么，现在我的幸运呢有 4.57， 没错 4.57， 我觉得是可以的啦，加油加油，我一定能抽到一个很不错的光环的。好的吧，那么呢我们就来挂一个小时看看吧，看我可以抽到什么吧。好的，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么我究竟有抽到什么好的光环吗？完全没有，对，完全没有，完了，对，完了，这个账号是不是要变成非洲账号了啊？可能是我上一集的运气太好了，这一集呢的运气呢就没那么好了，在这一个小时内呢我只抽到了一个彗星罢了，就没有其他的了，对，没错，完的汗了。那么好的吧，这个银河手套呢目前呢只有一个光环呢是收集完毕了的，其他的话呢是还没有的，尤其是这个蓝宝石，这个蓝宝石要100个嘞，没这么快啦，对，没错，没这么快，一下子就可以收集好的，所以呢我自己私底下挂机来抽吧，应该一两天就可以了吧，应该就可以把它给完成了。好的，现在呢我回到来主账号了，对，没错，那么呢很可惜啦，没错，这一集的小号呢我就没有抽到任何一个很好的光环，不过呢我一下子呢就做了3个手套出来，也是不错的。那么好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啦。如果呢这个影片呢能突破50个喜欢的话呢，我下一集呢就公开我的小号，让你们去加我小号的好友啦。那么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别忘了在下面点下一个喜欢并订我的频道哦。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